每天用以下的方法去开嗓三分钟。两周之后，你的高音会很轻松。第一个就是打嘟噜，从低音到高音，再从高音到低音。也可以加快速度。第二步，真假声转换练习。前面第一个音啊是真声，第二个音啊是假声，再回到真声啊啊啊啊啊！最后气泡音转发声，从低音到高音，再从高音到低音啊。以上三个步骤每天练习三分钟，你唱歌就不再急喉卡嗓啦。关注我，学习更多唱歌技巧。